微博世界大会在后台偶遇姚一天和周深。在台前两人没有遇上，在茫茫人海的后台里来了一个不期而遇。看他们笑得跟花儿一样，不知道两人悄悄咪咪地都说了什么，是合作新计划，还是在讨论新一季奔跑吧节目什么时候播出呢？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奔跑吧什么时候定档播出。奔跑吧周深跑男路透，一边穿护膝一边撅着嘴，怎么还撅着嘴，好委屈。奔跑吧特拍路透，周深、宋雨琦、李晨、白鹿、范丞丞。嗨呀！